我市加大转运隔离力度，近三日已经转运了31000人。昨日海珠区发布7号通告，决定从今日0点到11月7号24点，利用3日时间全面强化社会面防控措施，力争稳控当前疫情。往事不记，往事不理，一生几多苦与甘，珍惜今朝，盼望以后，同度困苦与厄困。今天且相亲，哪知他朝不相分，地老天荒转眼因移民。不必怕多变幻，风雨同路见真心，月缺一样星星衬。